对，在立院职权行使法之后，我们看到了绿营就开始喊我要罢免，我要从北罢到南。罢免的时代里面，居然现在开出了第一枪，就罢谁？罢谢国梁。谢国梁一开始本来就是说，哎，你过不了关吧？还没想到，短短的几天之内，哎，现在已经冲破了3万，冲破了3万5，现在号称到了3万6，还有人讲目标到了4万。现在谢国梁这个罢免行动已经势不可免吗？而这个势不可免会怎样呢？现在是个基隆的山海拆梁行动，因为他的这个联署份数早就已经超过30792份，这个是这个第二阶段的人联署的这个门槛目标。我一开始听到蓝营内部他们有点觉得说，哎，这个谢国梁的这个拆梁行动罢免案可能连第二阶段也不会过，有点意外。可是你注意看哦，最后六月下旬那一两个礼拜，民进党林佑昌开始这个喊出来之后，是不是民进党有几个基隆市议员也开始说，哦，我的服务处也提供他们做这个联署书的收件，他就动员了，就动员了，等于就是汇流了。这有点这个出乎蓝营从基层哦，基隆的这个基层到党中央的这个预估之外，没有想到说国民党中央永远判断错误啊。所以还有一个问题，你说判断错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到底要攻还是要守？哦。啊，上礼拜 你到底是要冷还是要热？对，那看这个情况了，冷当然是最下策。冷的话，冷处理。你看，从这个过去韩国瑜被罢免，还有一连串的这个罢免，你只要几乎冷处理的话，大概都是这个非死即重伤，几乎就是等着被人家这个凌迟。谢国梁会被罢掉吗？现在的这个看起来，有人地方是认为了一半一半，哦，一半一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国会改革的这个事情的这个风波之后呢，基隆已经谢国梁变成说绿营的支持者要宣泄的这个出口，然后再加上这个不是一直在吵说明年要大罢免几个蓝营立委嘛，那个还没等到那个阶段，有不少户籍人在基隆没有迁走，但是不见得住在基隆的都想要回去，在这一波联署当中也都有发现有这样的联署情况，再加上绿营最后这个一两个礼拜还会集结，对，集结把绿营支持者吹出来，所以让他的这个联署门槛有可能在这个七月初送的时候就会过关了。那接下来这四个月你就变成罢免的这个对战期了。就我刚刚讲的，你要热还是冷呢？热的话，不是上礼拜国民党有人喊出来，地方上有人喊出来说，哎，是不是要这个你罢谢国梁，我就罢你童子伟。童子伟他以前是无党籍的基隆市议员，选上之后，后来现在当上基隆市议长，他加入了这个民进党。那当然啦，有人就想说，你罢蓝，那我就罢绿。那可是会不会激起这种最疯狂的蓝绿对立的效力？因为你想想看，基隆市的这个选举人数，2022年的话，大概是307913人，你只要四分之一以上，也就是76979票。当时这个基隆市在跟谢国梁拼的时候，蔡适应大概是71000多票，那等于76000多，6979，比71000多，你只要民进党再吹出5000-6000票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节骨眼，那你势必要把支持谢国梁的反动反罢免不同意票吹出来到8万票以上，要比他多，哎，那现阶段有可能地方有一派人士预估说，有可能会让这个基隆市的谢国梁低空的这样的一个掠过惊险，还有一些这个状况，他不能让这个基隆市民买单的话，他就会产生很大的变数。这位兄弟宝杰，从上礼拜五开始，连着3天，民进党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开始进行了巡回的演讲。上礼拜我们就讲过了，虽然他的名字是反滥权护民主，但真的是为了一个罢免在做暖身，罢免在做准备。我们看到现在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终极目标就像王世坚讲的，他们是希望能够提倒阁、解散国会、全面改选。如果不能全面改选，许智杰讲的非常的明白，他说罢免这件事情一定要做，而且明年至少要罢10位立委。为什么要罢10位立委？因为如果你只罢了一个、两个的话，虽然民进党是多数，但还是一个脆弱的多数。如果他能够一次罢10个，改选之后，民进党有可能他不但是最大党，还是一个过半的政党。如果是一个过半的政党，那赖清德的江山他才能够稳固。那有人在质疑说，你在罢免很多的区域里面是蓝大于绿，你怎么可能罢免？跟以徐小新来讲，他在松信区里面得了89727票，许淑桦只有76113票。代表说赢了你13000多票，怎么可能？但不对，因为罢免是复式仇恨动员，罢免的门槛很低，罢免只要58704票，也就是许淑桦的76113票的80%出来投票，他就有可能罢免成功。以民进党现在对徐小新的一个仇恨程度，以现在民进党的动员程度，这个门槛是过得了关的。那么现在徐小新只剩下一条路，徐小新怎么？他要号召他的89727票。全部要出来，只有正面对决，他才能够逃得过这一关。可是
当他在正面对决的时候，那蓝绿的对决这个杀戮的气氛一定会崩到最高点。当他崩到最高点的时候，那就不是要不要罢免徐小新的问题，这个野火会不会烧到了全台湾？当你烧到了全台湾，真的有可能像民进党讲的，他们真的有可能一次罢免十个立委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并不在台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哲松教授。大家好。好，这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周小平。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赵永轩。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吕一峰。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资深政治记者蔡侯之。大家好。好，第六位是政论专家林宁辉。大家好。走，我们上礼拜开始讲的，从礼拜五开始就开始反赖绝护民主的演讲，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可以上礼拜你就讲了这个嘛，这是一个铺路，这是一个铺陈，是为了未来罢免做铺陈。果不其然，哎，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许智杰讲的最明白，罢免这件事情未来一定要做，明年至少要罢。他说一次要罢十个立委，如果真的按照民进党讲的，他真的能够罢十个立委的话，那如果再变成民进党上去，那民进党上去了以后，他有可能过半吗？而且从上个礼拜五开始的这个宣讲活动，表面上是反滥权护民主，但是其实民进党想做的是什么？我们要把现在国会少数的局面把它翻转过来，翻转，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用意。那他怎么样翻转呢？当然就是要用所谓反滥权护民主，这样全省宣讲说现在的国会议员很烂，我们要把它推翻，那个病好不好？这就是民进党要的气氛。那有可能病吗？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定出目标了，第一个目标就是说罢免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明年至少要罢免十位立委以上。那你更不用讲坚哥他在下大雨的时候拿着雨伞，他说什么国民党可以直接提倒阁啊，解散国会啊，全面改选，所以喊出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一面逼着你，逼着你倒阁，逼着你全面改选。对，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不敢全面改选，对，我本来是鲸吞变成蚕食，我一个一个将军抽车，我至少要抽掉十个人。对，所以显然民进党的未来的战场就在立法院，他要嘛就是让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少非常多席，我要跟你宣战；要嘛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全面改选，我也陪，可以陪你。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民进党那种主战的气氛是相当强烈。可是如果你要战争，你要动员，你的动能在哪里？对，你有这样的能量吗？而且我跟他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有三个被抬上台面的嘛，一个就是傅昆萁，一个是徐小新，另外一个就是这叶源之嘛。那你讲我跟你讲，这种所谓罢免是仇恨动员，仇恨动员，对，就我很讨厌他，不爽你，我要出来要把他干掉，这样这个才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现在有没有那个人出现？有嘛？傅昆萁，你看这几天他已经没有声音了，散了。那叶源之老早就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好，现在徐巧芯就是毫无疑问是这一波都罢免里面来说最重要的主角。而且你说现在徐巧芯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步，也就是说，他现在如果躲起来，按照现在松信区，虽然你得了八万多票，虽然你这个比到你的对手赢了13000多票，可是这个罢免是基础的，只要5万多票就罢免了。那这个5万多票，民进党是做得到的。那民进党如果做得到的话，你不管有没有做动作，你都会被罢免，你都会过这个5万的门槛。你如果过这个5万门槛，你没有相对的力量把你给压过去的话，你就坐以待毙。可是如果你不愿意坐以待毙，你要去跟他拼，你要去跟他拼。那个旋风，那个冲突，那个血腥味，就会越滚越激烈。越滚越激烈的时候，他就会从松信区整个跨到全台湾。而且我问你，一个党派最恨另外一个党派是什么人物？他的鹰派人物，特别是一直攻击我们的那个人，谁一直在攻击？就是徐巧芯嘛。你看他从台，我跟大家讲，我认识非常多绿营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喜欢徐巧芯的，每一个人都说一定要把他罢掉、啊。你问到这个叶源之，或问到这个傅昆萁，他们有时候觉得啊，好了，没关系。但是徐巧芯一定要罢、啊，你知道这个徐小新的动能有多大？你看前几个礼拜，你感觉到那个动能了。前几个礼拜不是是这个我们要网络名人不是说到他家去晃一晃吗？哎、欸，这样一个活动也有好几千人去参加、啊。那另外还是什么？而且你看他从什么？从台北市长攻击陈时中，然后总统大选的时候攻击赖清德，他都是主炮手啊。所以呢，我跟你讲，民进党每一个人都已经磨刀霍霍，就是这一次主角就是徐小新，他们一定要把徐小新罢掉。而且你特别去精算的就是本来大家都认为在松信区里面，徐小新是89227票，许淑华是76113票，两个差这么多，差了13000多票，你怎么可能把罢掉？松信区是蓝大于绿，可是刚刚讲的这个罢免最诡异的地方是，你是这个选区里面的1/4，而25%，那就是58004票，58704票的时候，哎，是比许淑华的票要少的。对，那以现在绿营的情绪来讲，要动员出许淑华的票数并不难。对，那如果你要动员出许淑华的票数，那徐小新只剩一条路，我要拿89727票，对，跟你拼了。对，所以现在呢，变成徐小新呢，变成是这个
压力非常重。为什么？你看现在的这个，以徐小新跟许淑华在这一次立委的得票没有错，89000对上76000，照理说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罢免法来说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三阶段投票的时候，因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觉得应该过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第三阶段要拿到58704票这个部分，只要许淑华当时投给他的80%人出来盖的话，就会过。他不会出来吗？哎，我跟大家讲。大概70%-80%都会出来，因为什么？你说搞不好100%。他们很讨厌徐巧芯，在绿营的人士里面，你问他们最讨厌的国民党是谁，他们绝对会跟你说就是徐巧芯。所以呢，现在你看徐巧芯也开始讲了，他有觉悟喽。对，徐巧芯的觉悟就是现在民进党要提罢免，他说我的票要比民进党缺出的票还要来得高，大家好不好？也就是他已经知道了，是他这一役。那是只有正面对决，對没有第二条路了。对，而且以徐小芯的个性来说，他也是会跟你正面对决。可是这呢，宝姐，这又会燃起一股更大的火焰。为什么呢？你是让人家，我们就想，如果你是单方面挨打的那种戏，没有人要看。那啊，他一定会被罢掉，那种没有人要看。但是什么戏要看？就是你有你跟你，我砍你一刀的時候，有来有往，你又砍我一刀，有来有往，而且我用更大的力量，哦，这个时候就会很想看。所以呢，事实上这一次里面，为什么我们说民进党的主要的一定是徐小新？你看，已经马上有这个铲除黑心新宜兰松山罢免团队，已经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呢，官方的粉丝账号都有了，然后脸书的 Instagram 啊、Trade 的啦、Line 的全部都有了，然后开始每天给你po一些，每天都有，每天都有资料出来，已经动起来了。这要做什么？维持热度，维持热度之后，然后紧接下来的话，你看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所以我才说这一次民进党的这个所谓全省宣讲来说的话，他的目标就是要燃起这一股的罢免之火，然后进而呢让国会呢让赖清德能够在国会更好做。所以说民进党这次的罢免，刚刚讲的。我已经开始去动员了，是动员连我的攻击标的都有了。对，当然攻击目标就是徐小芯，所以我才说，因为徐小芯最近呢，他你看徐小芯他又一直不断的在这个添柴火嘛。你看从过去一段时间陈时中的这个选举的时候，他公布非常多照片，然后梁文杰他也是这样子，然后最几天在他又公布这个许淑华的这个违停的这个照片，甚至这几天苗博雅他去南部的时候，他不是在说吗？哎，我的车牌都被徐小芯公开，哎，你讲这个要干什么？所以显然。目标就是徐小芯，现在大家都统一的攻击徐小芯，甚至这几天王义川也跟徐小芯杠上，对，所以你就知道其实现在所有绿营的这个焦点不断在累积徐小芯的一个仇恨值，也就是说今天我如果公布这个王义川，对，你违规左转、违规右转，王义川应该被骂，是，可是王义川讲说我的车子是新开的，我的车子跟我以前的颜色不一样，而且我是在地下室上车，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是，出来就是开窗，那。陈时中你怎么会知道的？对，梁文杰你怎么知道的？徐淑华你怎么知道的？是，包括苗博雅你怎么知道的？哎、欸，这些东西，照片从哪来的？对，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就是可能在累积对徐小芯更大的仇恨，准备要动员开来。所以我才跟你讲嘛，事实上这一波的这个所谓绿营的这个罢免风潮一定会开始的，而且这里面。这个双方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徐小芯，那偏偏徐小芯又是会让整个火一直不断往上烧。民进党最希望就是看到这样火一直往上烧，一直烧，一直烧的时候，到时候这一股龙卷风才能够真的卷得起来。而且你说今天看到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你会注意到一点是，哎，他是所有的第一个，他是所有的地方的这个主委都出来了。对。第二个是我不管到哪里，那里的所有的议员，那里所有的立委都出来了。更让人家惊讶的是，你到了高雄，对，连高雄市长都出来了。对，没错。为什么这一次要开始这个用罢免的方式呢？因为他开始要练兵。紧接下来，2026年就有所谓地方大选，那2028年又有总统大选。我开始一路这样子，先把国民党的气势把它打下去。至少在这一次呢，国民党不会过半的气势没了之后，他的气势就会不断的消散，到2026、2028，民进党才能够获胜。好，宇轩，在上礼拜有讲说，现在民进党是以所谓的反滥权护民主之名，开始去提这个所谓的全台湾的巡讲。全台湾的巡讲里头，其实是为了未来罢免做铺路。大家想，怎么可能？还有很多骂我们，就很清楚。现在真的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三个主要人物：傅崐萁、徐小芯还有叶源之，而且中间最关键的就是徐小芯。而且这个有一个关键，就是他拼的不是蓝绿多数。他拼的是仇恨值。对，宝来哥，我再帮你更进一步好了，因为我修正一下刚才讲法。我们刚才说练兵错了，为什么？因为民进党已经开始在选举了，开始在选举。现在就是民进党选举区，所以现在的选举对要对象是民进党对上徐巧芯，这才是现在真正整个选举的主轴。各位啊，我们先讲罢免的时候按本质好了。你知道罢免跟一般的选举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差别在哪里？一般的选举叫做选贤与能，他罢免不是罢免，是选我最讨厌谁，对不对？我的仇恨值当然是仇恨值嘛。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徐小芯会是一个完美的标的？因为你今天选傅崐萁，请问一下傅崐萁可不可以躲起来？
当然可以啊，因为现在国民党已经丢包他了嘛，所以傅昆萁国民党丢包他了，他回他的花莲后山里面好好的进修进修。难怪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傅昆萁了，对，已经没有他的角色了嘛。那叶源之他的总招居然躲起来了，反正不用躲，因为国民党已经不要他了嘛。哦，因为苏立伦跟他那是另外党主席的纷争的问题。但我讲叶源之这个人是什么？叶源之这个人你不用骂他，他本来就躲的啊，他自己第一有时间马上就缩到壳里面去，打都打不动。他不是有英明神武的那一面吗？但你知道徐小新他拿到什么英明神武？他只是说自己很硬。硬啊，但也不知道硬在哪里嘛。但今天徐小新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他想退，但是没有路可以退。他无路可退。我问一下，今天紧接而来的叫什么？听证调查权。那听证调查权，请问一下，国民党谁要领着大旗往前冲？当然是徐小新啊，他跑都跑不掉嘛。那我问，好，今天徐小新可以退，对不对？退了之后他会变成什么？请问一下，他可以躲起来吗？躲起来了，民进党会就不恨他了吗？民进党不会放过他的，对嘛？所以刚才讲的，你如果按照现在松信区的那个门槛是五万多票，五万多票以现在民进党在这里的实力，他要动员五万票，动员六万票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徐小新只剩下一条路，我跟你拼了。对，宝哥，你讲了一个重点，因为徐小新就算退了，我跟各位保证门槛也会过，所以他很清楚一件事情，而且我还有听证调查权必须要去处理，我只有一条路就站到底。所以民进党锁定他作为那个标的，绝对是最好的标的。为什么？今天哦，罗马竞技场里面，你要试想一个东西，如果说我今天放了一条野兽出来，就会发现是一只绵羊，那这个战士再怎么去砍他哦，观众都兴奋不起来，不会兴奋，就算血流成河也兴奋不起来。但什么样的观众会最兴奋？会斗。会跟你争，尤其是那个斗牛，有没有？就不断的拿脚就跟你冲撞，然后跟你搏个你死我活。所以这个东西就这是谁？就是徐小新。那他不怕徐小新把这个民进党给干掉吗？不，这个是党性的问题。哎呦，宝杰哥，你会问党性的问题？你不了解赖清德在做什么？当赖清德针对国会无法在进行所谓的复议案也好，视线也好，赖清德真正要的目的是什么？我直接给你个答案好不好？我跟你讲啊，礼拜五民进党绝对不会挡的。你知道什么吗？甚至是顺顺溜溜的就直接拉过去。国民党在那边紧张老半天，说什么哎呀，搞不好会有杯葛啊，会有什么大招？我跟你讲，绝对不会，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就是要让你过。不是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要借由这个案子，这是他揭竿起义的大旗嘛。他怎么可能自己把大旗折掉？因为这两天已经讲了，他说你赶快打电话给你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然后这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请他们在复议案的时候去支持复议。如果我已经给你机会了，如果你没有支持复议，就代表哎。你就是我猎杀对象了，宝林哥，你刚才讲这句话，你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柯建铭在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什么？现在是诺曼底登陆，大家反攻的时刻到了嘛？他那时候已经宣告了嘛？赖清德真的要的是什么？他要诺曼底登陆，他要国会过半，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嘛？赖清德从头到尾这些都是假的，国会什么改革无法，什么国会扩权无法，他才不管你，他怎么青鸟行动？喂，你知道青鸟行动是什么吗？他是叫做青鸟造势，你就在换这个角度想就理解了。他是民进党的造势大会嘛，他是整个选举期间你说动员也好，把支持群众号召一下，他真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国民党是不是现在喊十席对不对？他只要罢六席就好了，51+6，请问一下他变成什么？五七，他被最大党，他被国会最大党，那赖清德变成什么？过半过半，所以这才是他真正要的一个目的嘛。但国民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搞清楚说，所以我喊十，我只要过六。六翻过来，我就是过半了。对，因为赖清德要的不会是一，也不会是二，也不会是三。你说宇轩不对啊，53席赢过国民党，那请问一下，赖清德竟然他最心中的痛，最心中的痛是什么？国会没有过半，我四成，我是四成总统嘛。那我四成总统，今天国会过半，是不是代表我民意翻转了？可是大选刚过，大家要休养生息。你大选刚过，你又给人家搞罢免，大家说你输不起啦。我跟你讲，民进党哦，不来这一套的啦。对于民进党啊，只有两件事情。一个叫做我赢，一个叫做我输。所以我若输了怎么办？民进党会做什么事情？我再拼到赢为止。我选输了，我干嘛？我就再选一次。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这个过程呢，只有一种状况会被民意唾弃，就是他选输了。那如果选赢了，宝杰哥，你知道是什么吗？对啊，成王败寇。因为对于民进党自己而言，胜利是无可取代的。所以他才不在乎跟你讲说什么。对民进党来讲，胜利是无可取代的。对，所以你仔细注意到一个 mega， 今天这个东西是由神奇，是由谁来发动？全台湾在巡回宣讲，你会注意到一个点：沈柏阳是不是领头羊？对，黄捷是不是领头羊？对。那请问一下，黄捷跟沈柏阳是不是过去民进党传统的领导型政治人物？当然不是。以前传统是谁？什么王定宇啊？那为什么是他们两个？所以这是赖清德跟徐小新的战争嘛？这是赖清德的战争，这不是立委选举。是赖清德要把自己的四成民意翻转过来，各位还记不记得当年台南那个时候赖清德做了什么动作？起立，站起来，
今天又站起来，李伟站起来，现在赖清德就在做这个动作。陈其迈，你搞站起来，陈其迈有没有出来相挺？出来了。但理论上来讲，跟陈其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对不对？陈其迈他们有没有要拼连任？没有，陈其迈没有要拼连任，那个陈其迈的总统大选之路，他未来的储君之路，跟赖清德之间有任何交集吗？没有，但他很清楚这个概念，因为现在整个民进党已经进入到选举的备战状态了嘛。我细数各位你就懂了。2024年这个叫什么？到年底之前这个叫做文宣战，而等到2025年2月开始那个叫什么？罢免战。那请问一下，紧接而来下一场选举是什么？2026，所以你看看为什么整个所有还有三部曲，这当然三部曲啊。那2026所有的地方选手，我跟你讲，只要一翻，为什么？你想想看哦，台北市，请问徐小新被罢免的话，你蒋万还要不要再选下去？叶元智被罢免的话，你侯友宜还要再选下去？卢秀燕，如果你的罗廷伟被罢免掉的话，卢秀燕脸面还要继续连任吗？我跟你讲，只要罢掉一个，国民党支持的特性就是我一输我就开始灰心丧志，这是蓝绿两党最大的差别嘛？这不是王拿江塞口一江离口，所以这根本不是前哨战，已经在打仗了。宝杰哥，只要有任何一席立委被罢免，国民党就会兵败如山倒。所以我反问一个前提：当民进党连陈其迈这个最事不关己跟赖清德之间没有连结的人都动起来，那国民党这些滚滚诸公都还在干嘛？对，蒋万在干嘛？侯友宜在干嘛？卢秀燕干嘛？不好意思，他们在岁月静好，因为这一场罢免战根本跟所谓的什么学立委啊选举无关，它是攸关2026的生死战。就是如同我之前讲的，这是马奇诺防线，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倒下，我跟你保证，国民党2025、2026、2028兵败如山倒。好，小佩，现在我看到很多蓝营还在骄傲说，哎，我们有60%，现在绿营只有40%，而且我们现在国民党是国会的最大党，我们可以掌握所有的节奏。可是，哎，现在民进党真的已经东风吹战鼓擂了吗？许智杰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明年一定要搞罢免，我要罢10个，十个啊！我他真的可以罢到10个吗？他罢不到10个，至少罢10个以上，联署会成功，成不成功？他只要3-5个就我们就很麻烦了。对，是好。那焦点当然是徐小新，我给你看一个门道，徐小新是不是赢了13000票？对，89-76。那如果白的不投票呢？他今天其实徐小新那个时候侯友宜到最后后期是民调掉10%，他已经崩掉了，后来再回来一点，好。那你扣掉，你认为柯文哲在那边是不是开了差不多40000票？那今天徐小新是跟白很好哦。对。那今天10000多票就是白的票，所以蓝绿是平手哎。好，那个时候你是这样看的，当时这样看是门道嘛。所以中兴区本来大家都说是蓝大于绿，绝对不是，当时平手，蓝绿平手，蓝绿至少在投总统那一次是平手，那现在又被人家搞个千鸟行动，你认为还有平手？没有了吧？可能是输的哦，说不定蓝比绿小，最多一样大。好。那白的会不会出来投了救他？不会吗？白的投柯文哲可以，投大选总统热闹75%，他连市长65%都不见得投，何况投罢免？所以仇恨值会非常重要，浓度很重要。浓度是这个是比蓝仇恨浓度对比仇恨浓度，那他仇恨浓度有这么高吗？全世界第一名嘛，全世界第一名是好。那徐小新是非罢不可，他最重要就绿的来讲，简单讲。因为有的叫涂全集那个叶元之仇恨值没那么深，可是我爸的徐小新仇恨值升高，而且他是媒体放送中心，对，辐射效应到想爸那实习的每一个区块，每天都在打徐小新。那徐小新不是傻子，他已经放出 SOS 的求救信号在台南哦，对不对？有没有大家要来支持我？对，徐小新不会笨到说我岁月静好。那我都不反罢免，他已经知道他只剩下正面对决，对，知道他退无可退，他就算退了，民进党也不会放过他。所以我们最好的结果我都算了，27-25，或是28-26，会50%多，他们一定过25%，罢免一定过25%，你要超过25%。所以说现在绿的要过58704票是一定过得了，过得了，可是多不到哪里去，可能是60000多，你要搞到65000到70000，你再活下来，好不好，徐小新？那白的不投，蓝的要集结，所以徐小新一定要正面对决，因为徐小新被罢掉，国民党也倒了，对不对？台北市，那徐小新被倒了吗？倒了嘛，少一个徐小新很严重，至少连任很困难，好不好？讲完，第二，徐小新正面对决。你把徐小新跟蒋万安两个绑在一起了，是这个好像那个吃这个也一样，吃那个也一样。我今天岁月静好，蒋万安倒了，那今天很麻烦嘛，少一个徐小新这个战将。今天徐小新的个性，哎，他是蜜獾呢，他不是波斯猫躺在那边给你摸肚子，还得跟你拼，好不好？好，他拼的话，那辐射效应到全台湾，那每个地方都要拼了。所以朱立伦现在要主张了，全部拼，
保十个，我跟你干了，我再霸吴思瑶，我再霸吴飞宇，大家来拿刀互砍，罗马竞技场不要有这个架子啊，国民党啊，这才能打啊，等死吗？国民党不是你说现在是黑道在火拼，黑道火拼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别人拿冲锋枪来，骂我们一个，我们哎呀岁月静好拿扁钻，拿冲锋枪拿机关枪跟你拼好吗？打烂为止，这才是选举嘛，对，就一定要拼啊。看起来目前还没有拼的气氛，那不就当年竹联跟四海在拼地盘一样吗？是这样子，是很重要，一定要拼。徐小新是第一重要，我们一定要保他，我们要出钱出力，我帮他募款，我帮他借开板。等一下，哎，今天不过是个罢免，罢免要花钱。徐小新这个至少花500万，你说一个罢免花500万？我爸林昌佐都花了300万了，他不花500万保自己啊？对，是不是？所以他是保不住国民党倒大霉，一定要保住。然后也要罢民进党，所以于否是不是听起来真的哎？他现在黑道火拼，如果黑道火拼一边躲起来怎么办？对，可以吗？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火车对撞。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民进党他现在喊出来的这几个人以徐小新为主了，人家民进党已经拿出寸力啊。寸力已经要拿扁钻出来了。你现在所有的氛围，你看他们的 LINE 的群组在传哦，所有的东西都是细数徐小新的不对，所有他的东西呢都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加上这些梗图，人家拿寸力啊跟扁钻出来了。国民党好像还没有发现岁月静好，对，还没发现人家已经拿着扁钻冲过来了。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到的是我想休养生息啊，让老百姓这样子平平安安过日子啊。我一天到晚这样动员老百姓不累吗？哎，可是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你要看得出他们慢慢的把这个气氛，这个 KB 已经营造出来了。你看哦，之前来讲的话，很少看到会从中央厨房把这个影片跟梗图给丢出来，现在一个一个一个丢出来了。对，那丢出来之后，这 KB 已经闻到了、哦。你说如果把这个梗图丢出来，那就是一个战争准备了。对，那个就是中央厨房的一个战鼓，一个战鼓。那你这个打出来之后呢，其实这个气氛都已经出来。你觉得这是青鸟行动吗？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蝗虫。如果今天来松山新义扫过去，真的徐小新第一个倒下去的话，后面就算不是同一时间，后面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大有可为。你这样扫过去寸草不生啊，这边弄完之后中部再弄，弄完之后高雄再弄，一路扫一圈没有几个挡得住。徐小新现在来讲就是一个滩头堡，如果今天在松山新义的话，徐小新会被刻下来。那其他地方只要是他调阿卡的一个动员，一个基础结构的一个动员，你都会秋风扫落叶。没错，这个东西来讲风吹草野，你到中部到南部整个弄起来之后呢，再来一次，我不相信国民党还有办法再当国会最大党。侯姐，侯姐，上辈如果问我说，哎，政治罢免，我想罢免有那么简单吗？一下罢那么多人，你有正当性吗？可是现在不管以后，我就会很困惑。所以你刚刚点醒我一个东西，今天是罢免，罢免是仇恨动员，罢免不用中间选民，罢免只要基本盘就好了。罢免只要基本盘，而且我上礼拜这边我就讲说那个倒戈那个复议是假。罢免是真吧？对。然后我就讲说会有6个，就徐志杰就现在讲10个。我跟你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会跟你讲说我要国会过半，我好做事，所以我不能只刚刚好开6个，所以是10个。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次宣讲的时候下去的时候都提到一个人，提到韩国瑜，对不对？都讲韩国瑜，都把韩国瑜讲的比傅昆萁要严重。为什么？我到时候还跟你讲，国会过半之后我就要拉下韩国瑜。改选院长、啊、我就是要把火不断的炒热，所以我不断的要有这个标的，不跟你说。所以现在傅昆萁根本不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现在的眼皮底下是韩国瑜了。不是一直都在讲，你看每一场是不是都在讲韩国瑜？对啊，我到时候把你拉下来。然后为什么要有徐小新？我跟大家讲，所以他现在的我主攻徐小新其实是拉下韩国瑜。我现在跟大家讲，之前不是有人做那个最好罢免立委的名单吗？你知道徐小新排第几？排第几？排第17。那很难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有他？为什么一定要有他？因为前面你都不认识。我算给你听，第一名独元吉，第二名叶元之，第三名丁学忠，第四名尤浩、邱若华、廖伟翔、鲁明哲、黄建斌、郑正乾，你认识几个？不认识嘛，对不对？不太认识，除了叶元之比较有名嘛。那我现在要拉徐小新是什么？就是要徐小新把这整个局都打热。不然涂全今天的人都不认识，你怎么局怎么会热？对，我这边跟你徐小新一直打。就会热，你徐小新不会丢，不敢丢，对，拍谁？其他人倒大霉，你这边把投票率盯高了，把仇恨值盯蓝绿对决盯高了，那其他那几个新科的，刚刚你讲的不认识的，对，本来没事的，现在都会有事，那会烧掉红台北吗？一定是啊，因为可是你松心就你的松心，你台北就你的台北，我这边没有关我的桃园什么事情，我这边没有徐小新可以罢嘛，对不对？嗯，那我就去罢你这边国民党的啊。
所以他的要有徐小清的，为什么徐小清这么难罢？所以我一定要参与这个活动。所以为什么徐小清这么难罢？我要第十七名，我要把他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就是因为有徐小清才会热，才会热之后，国民党那些其他的新歌你们就倒大霉。对，那我要跟国民党讲说，你现在在讲说我们要正面对决，好、哦，要狭路相逢勇者胜，你罢我也罢。那我讲白了，你就罢不赢人家啦。而且，体委你说。现在看到民进党完真的是因为他党不出来了，党不出来没什么了不起。你说他最关键的政策不出来了，组织不出来了，维宣不出来了，那就代表真的打仗了。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就下乡去了。你看这个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就到处去宣讲。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知道五二六的时候是民进党的各地方的党部主委的选举啊、哦，然后结果6月7号他们开始正式就职之后，这个赖清德6月12号把大家所有人都找来。这个时间点其实就是国会的改革法案通过了以后啊，开始找到一个正当性，什么东西呢？就各地其实是可以去动员起来的。你知道这一次党部主委选举的结果，赖清德青赖的派系基本上是过半，小英的派系是降低了。你知道小英过往来讲的话，他有7席，现在变成4席而已。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赖清德必须要进这个督军嘛，因为毕竟来讲他是党主席啊。他党主席接下来他面对的是2026的选举。对。那这一次的赖清德的这个，等我说，我再补充一下，小英就是2018的县市长选举输掉了，兵败如山倒，才让赖清德有挑战他的机会。所以今天如果赖清德在刚刚讲的这一次的选举，如果有一点点闪失，他就给他的对手有挑战他的机会了。对啊，你现在想想看一件事情，他这一次选举当选的总统票数是一个少数总统的概念，他如果说在2026年能够在地方选举扳回一城的话，他基本上讲话才会大声嘛，他才能够有底气来跟各个阵营来校正嘛。所以他现在来讲，党部主委已经都是赖的人，一半以上是赖的人，这些人要会打仗啊。这些人如果打仗打输的话，那以后怎么办呢？现在这个疫情来讲，就是操兵，他就是军事演习，就是我们所讲的军事演习。军事演习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转变，由平战转过去，就变成战争的概念了。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他不现在练兵，什么时候练兵？他不怕老百姓反弹吗？不会，民进党的支持者都是好像吃了这个兴奋剂一样，你要有议题，要有东西，因为民进党本身它是一个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啊，它基本上它必须要有选举这个议题出现之后，它才够整个党活络起来。它要站，对，它是要站的。它如果它不站的话，你想想看哦，如果成天到晚立法院每天我的政务官员被骂，行政团队被骂，哎，每天老百姓看到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心里会很气愤啊。但是当有一个议题丢下来之后，到各地去宣讲，然后各地都在骂国民党说啊，你们都是滥权啦、啊，不用那个反对台湾民主这个东西诉诸这个人民来讲的话，民众可以那个火被点起来的。那点起来的话，就把什么把中央那个所谓的中央执政的或者是在立法院咨询的那个画面整个盖掉，盖掉之后呢，到各个地方来讲的话，这些战功，因为你看到每一次要动员。主委也好，当地的民代也好，全部都是要看业绩的，就是看你的 KPI 的。如果你来的人少，如果你来的人怎么样，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基本上都可以去计算出来。如果你这里不足的话，基本上党中央就赶快去填补这个东西，这是组织部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只要看到整个党机器动起来的情况之下，代表的他就是要选举了，而且罢免只是一个议题而已。